了。宝贝儿，鞋换了啊。不是说你已经很大了吗？可以不粘人了，怎么搞的？嘿，妈妈，你不知道鞋子里有动物的，像电视都不看，我也不知道，说发呆子的，就只能在我那个。哦，对了，他还健身，不过只拉三下绳子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怎么拉的？就是这样。哎呦，你真乖，玩不开心啊？哦，对了，妈妈。洗稿是什么意思？洗稿呢，就是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的文章呢，重新的用自己的话再描述一遍。那主 CP 呢？ CP 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个，难道是 copy 吗？可是就复印文件，为什么要跟上司一起？哎呀，不是复印的意思。我跟你说呀，这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薯条配番茄酱啊，在一起呢很合适，所以呢就把它给组合了，这样就是天生绝配，知道了吗？就是有人很喜欢冰淇淋，然后就配薯条，这样薯条和冰淇淋也是绝配。对，瞎组合是不对的。当然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学，好不好？那妈妈，你做过这样的事情吗？妈妈有没有跟你说回家第一件事是做什么？洗手。对，去，好了，去洗手吧。啊，去去去。哎呦，还在生我气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啦。我听说，要是人一直趴着睡的话，脸就会压平，就不好看了。哼！好啦，现在如你所愿了，我们走不了了。你沈叔叔也来了。真的？你没有骗我？真的，你少在这里跟我装。你沈叔刚刚在外面唱那出大戏，别告诉我你没听到啊！怎么了，小祖宗？你刚才说要把我一个人堆在这里，真是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。以后不许你再说要抛弃我的这种话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呀，你们女人就是不理智，谁让你抱我了？请向我道歉。对不起。对不起哪儿啊？对不起，陆悠悠先生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丢下你这种话了。对不起，原谅我吧。好了，我原谅你了，现在你可以去给我热牛奶了。谢谢你的宽宏大量，你真大度。哦，但是在此之前，你还要满足我一个小小的心愿。什么心愿？从今天开始，除非我的允许，不然的话你都要乖乖的待在家里，不准乱跑，听到没有？为什么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以后你就叫沈卓爸爸吧。妈妈不愿意。有真的愿意吗？愿意。哎呦呦！妈，师傅。真乖。林医生，真巧啊。哦，跟介绍一下，我儿子。小朋友，你妈妈是陆芳宁吗？是的，我有叔叔。哎，林医生走了，不进去坐一坐啊，林医生。悠悠，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吧？
像爸爸的玩偶叔叔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的事儿，为了咱俩的小命，千万别跟你妈说，知道了吗？臭小子，走。我的号码也没换。我手机坏了还是他手机坏了呀？妈妈，哎，醒了，哟，起来喽！爸爸，宝贝儿，周末快乐！妈，我不要去小外公家。行吧，行吧，啊，就当小外公年纪大了，你体谅吧。那你想去哪儿啊？游乐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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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乐场。啊！妈妈，悠悠，悠悠，下来，悠悠。啊，该不会是你的那个吧？悠悠。真的是你那个啊？去，喝咖啡。真是麻烦。麻烦什么？你既想被他注意到，又不想被他注意到。哎，别管了，喝咖啡，别浪费，喝呀。你干嘛？别动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让我进去吗？我为什么不进去？哦，因为我们在玩捉迷藏的游戏，不能让对方发现。走吧，我们要带着冰淇淋啊。妈妈，和你就不配。哦，不配。嗯，妈妈，我抱你。别管了。妈妈，悠悠。哎，听着。爸爸。小朋友，爸爸是不能乱叫的。阿姨，你认识我爸爸吗？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呀？我刘英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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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林瑞，不好意思啊。妈妈，我们这么久，问了爸爸呢。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爸爸的？想不想喝点水啊，悠悠？啊，悠悠，哎呦，悠悠，悠悠，你好，你下来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交个费。哦，不下不下不下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哎。悠悠，你下来一下，我拿个东西。我来吧。哦。你先挂号。哦。那个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好。发烧了。好了。谢谢。展示在那边，坐吧。下一个。哎，林医生，麻烦了，葛医生，孩子发烧了。宝宝，我们一起摘一下口罩好不好？亲一下孩子，挺可爱的。宝宝，是不是没有力气啊？那有没有流鼻涕呢？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？哦，他其实是今天晚上才开始发烧，但他前两天其实就有一点咳嗽了。哦，
因为他最近刚从国外回来，我怕他有些不适应，我给他们每天都量体温了，您看一下。看一下。还有他以往吃的一些药，我也都备注了。邓浩成，该吃药了。没什么大问题，留院观察一夜就好了。你今天怎么知道我们？是陆逸瑶打电话给我，说悠悠病了，她又有工作，怕你一个人照顾不过来。我真的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。悠悠很懂事，你把她照顾得很好。对了，悠悠那天叫你爸爸，好像只是在开玩笑。等她好了以后，我会把你和她真实的关系告诉她。对不起啊，林瑞。他先睡着了，我一个人应付得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好。你能把我抱起来吗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我爸爸，你跟我的娃娃长得很像，所以你说可以抱抱我，还可以再捏捏我。妈妈最喜欢捏我的脸了，我很可爱的。爸爸，你能一直陪着我吗？刚才有人问我是不是你亲亲家的孩子，你们都没有否认，有心里可伤心了。其实我也很想要爸爸，但我也不想要妈妈伤心。我知道妈妈也很想你。小朋友真乖，体温正常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林医生，你亲戚家小孩真可爱。谢谢，是我儿子。哦，那林医生，你儿子真可爱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好，谢谢啊。爸爸，爸爸。哦，抱抱。哎呦，比妈妈抱的安全多了。
个小宝宝？这个其实是我和……第一件事情，一进屋我们就放声尖叫。一进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？怎么了，悠悠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妈妈只让我叫，又没规定我为什么叫。真太漂亮了，爷爷看到一个房子，这是个奶奶，觉得你们都好漂亮。哟，太会说话了，这孩子。小鹿哥吧，你这么年轻，我还是叫你小姐姐吧。啊、小姐，哎呦，你们就是大姑奶奶和奶奶吧？对呀、啊，你们也好漂亮、啊。谢谢。哎呦，我这个头发呀，是前两天刚做的，肯定漂亮啊。哎，这么有欣赏眼光的孩子，现在啊可真少见呐，太可爱了。这个是，真可爱，哎、可爱呀、啊，太可爱了，好可爱的宝贝啊，你坐这里好不好啊？可爱，怎么有点眼熟？你看，所有小孩不都一个样吗？这么可爱的孩子还是很少见的。第二件事情，翻天倒海，我们进屋就把全屋都翻一遍，好不好？大兵，家里乱翻遍的东西是坏行为。你说的也对，那要不你先忍一忍，你进屋找一个你喜欢的角，我们把那个角翻一遍，好不好？发现什么了？这，哟，这干嘛呢？这是干什么？小孩嘛，喜欢翻家里东西正常，啊、好奇心啊。这有书籍，齐了。还第一次见小孩翻乱东西，还在城里的，什么第一次见？这林润小时候不就这样，看不得房间有一点乱的地方，是吧？哎，林润，你在哪儿见这么一个大宝贝啊？你说他俩还真是有点像啊。对呀、啊。我也不指望你能给我生出这么一个宝贝大孙子啊！啊，悠悠，快到饭点了，你想吃什么？啊，这么快就来了？第三件事情，不管奶奶们问你吃什么，你都说你不吃，你什么都不吃，你只吃披萨、汉堡、炸鸡、薯条。披萨、汉堡、炸鸡、薯条。哎，这简单，我去买。汤来了、哎，真是给他弄这个垃圾食品。哎呦，哎，汤来了，汤来了、哎、啊，汤来了，哎，汤来喽，先喝汤，小朋友喝完汤再吃这些垃圾食品，听见没有？不要就不要吧，悠悠都说要吃这些垃圾食品了。哎呀，小孩子都爱吃这些的，嗯，来来来，吃一点蔬菜，可以均衡一下。不要。不要，悠悠，这些菜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不要。一二三，嚼。嗯，真听话。嗯，好，嚼。这是要吃菜了，嚼啊嚼。哎，再来一口汤。哎呦，哎呦，真乖，真听话，真棒。喝完汤再吃口菜。哎呀，真乖真乖，小朋友，你啊，今天就别吃这些垃圾食品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不好？给奶奶。哎，真乖，今天不吃了，以后永远咱们就都不吃了，好不好？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爸爸真的超好吃。对了，真乖，爸爸。